与手工、爱心花边小挂饰，所用到的基础节之前都有单独发过慢动作教程。拿一根红色的线在中间固定好。做轴线。再拿一根红色的线，找到中间点以斜卷结的方式挂线。再拿红色的线找到中间点，以斜卷结的方式挂线。余下的红色线都按此方法挂线。共挂16根线，然后取下来。用大头针在第8至9线中间固定好，左右两边各8条绕线，不包括轴线，注意线需调整一下弧度。然后在第4至5根线之间固定。右边也是一样的。左边的第4至5根线边反斜卷结。之前有单独发过反斜卷结的教程。左边的做绕线，右边的做轴线。右边也是一样的。左边的第3至4线边反斜卷结，左边的做绕线，右边的做轴线。左边的第5至6根线边反斜卷结，右边也是一样的，第3至4根线边反斜卷结。第5至6根线边反斜卷结。左边的第2至3根线边反斜卷结。第4至5根线边反斜卷结。第6至7根线边反斜卷结。右边也是一样的。
第二至三根线边反斜卷结。第四至五根线边反斜卷结。第六至七根线边反斜卷结。未完待续。